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如哥。那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凯格路士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会不会对于眼前我配的这一套装备跟魔纹，会有一点心灵上面的悸动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子出到底强还是不强？出发。那我刚刚说这一个凯格路士这样子玩呢，怎么玩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前期啊，不要把它想象成悟空，我们不干预任何的这个冲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发育上面，等到我们发育到一定的程度出来，就是毁天灭地的存在，好不好？那至于说这一把对方的阵容，貂蝉加艾瑞，我们就是一个单纯靠普攻吃野怪的角色。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太厉害了！我方红 buff 还未刷新，我方红 buff 还未刷新。这真的是一群不帮忙我的，真是的。过分啊！逮到你了，小猴子！啊！好啦，你的头比较重要啊，好不好？红 buff 给你啊，红 buff 送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连鞋子都买攻速鞋吗？欸，有悟空加勇，欸，还是我们刻那一点物防鞋？好啦好啦好啦，物防鞋，我们前面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发育上面。嘿嘿，不爱。貂蝉。OK 好扯哦！我们这个蹲点居然蹲得成功了，而且我们前面拿了三颗头。哇，这直接原地起飞了。我们这边把制裁留着，因为对方悟空的蓝 buff 是不是要升了？差不多了吧。Hello， 悟空。哦，对方有意识守野怪，这个受不了，这个不行。我们有大招，所以说不用怕这个貂蝉的兵。Oh shit！ 我现在经济3400。已经快要比这个输高了，输这把回，欸，他如果回城的话，我经济就比较高了。魔龙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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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啊！魄力啊，好不好？魄力锤你啊！OK， 这里我没有制裁，但是我想吃这个魔龙。那就敲到底吧。OK， 欸，我们到现在是都还没开过大招啊。OP， 好，哎呦，我已经圣剑了哦，跟你们讲，不得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扛不住了。超痛！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谁被我猫到，谁就完蛋了。这个悟空，悟空很努力。OK， 来，因为我们很脆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等一下进场时机点要挑好一点，好吧？像这里，我们就从后面来啊。这攻速跟鬼一样，哎，有没有办法吃掉这个凯撒？吼！这是怎样啦？哦哟，这攻速是鬼吧？哎，你觉得对方让他们一点生存空间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这个装备还没有成型呢，虽然说已经很鬼了啦。欸，对手加油一点哦。OK， 来吧，收自家野怪。超凶，这真的是超凶。对手是 Hello。
对方悟空也快被我吃爆。来啊，侯乐。妈的，太恶心了吧！来啊，我们不随便进场露头给对方打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太脆了，我们真的是脆到爆。经济流，好吗？我们走的是一个经济路线啊，让对方经济赢不了我们，然后接着就被我们剁成肉泥，太恶心了，这真的是太恶心了。哇哦，好咯，炎怒出来咯，这个装备已经成型了哦，现在缺一个保命装。这个每一下基本上都暴击1500哎，吓死人，对手要炸掉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不要命一点哦，我就是出王者啊，不出复活甲，这个超级痛，我跟你讲，炸裂。Hello， 等一下啦，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子被锤爆啊？快，杀悟空！怎样？这杀人是一瞬间的事情，秒杀天哪！来吧，赶快朝我们的那个复活甲前进。对哦，不要，太快了啦！哦哟，真是的啊，我都还没有劈够这把对方太被碾压了啦，不然这套装备应该很好玩哦。好不好？我们算准这个进场时机，进去就是一顿暴打，很爽这个看凯格露丝在那边挥，真的有一种爽感，你知道吗？他 MVP 居然不是我，我那个经济流派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仅仅花了11分钟，我的经济已经10000了，好不好？10856块啊！对方最高也才6500，我基本上快要是他的两倍了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好，我是卢哥。如果喜欢的影片就喜欢，如果不喜欢就不喜欢。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啊！谢谢各位，拜拜。Check it up.